看看新闻网。照片中的这个帅小伙是不是有些眼熟？他正是那英的八岁大的儿子高兴。虽然眉宇间与那英越来越像，但是高兴似乎还是继承了父亲高峰的运动细胞。在近日流出的这一组照片中，摄影师捕捉到了高兴踢足球的画面。这一举手一投足，还真是跟父亲一样，像个小足球健将。